大家热了吗？还好啊，同学，我自嗨就是搞我啊。那个，因为下面这首歌啊很重要，就是我自己，就每个人不是过年都会回顾一下自己那年做了些什么嘛。然后这首歌是我觉得我2013年写过最屌的一首歌。超自然震动，我的心，超自然震动，好兴奋。哎，那个作者加我好友，我好开心哦！就是因为刚好是我一个学妹认识他，然后他认识他好羡慕 SK， 然后他可能就有跟他讲吧，然后他就有加我，就觉得又好开心，我竟然可以跟就是超自然震动的作者就当演说的朋友，我觉得我在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情。下次这么开心，他就跟张惠妹做朋友了吧？他们是同一个。看到啊，你知道美江2013年底他做过一件事，就做一个事情，他们有广告，就是他们有那个岁末年终大扫除祈福法会，斩断洗净斩断，应该就是一直在忙吧，就跟他说应该会很惨，然后都没有影片流出来，我有点蛮期待说会不会看到就是岁末大扫除的影片，就好可惜，有什么都没有。美江就这样子在我们巡回的过程中过气了，你们以为可以撑到这一天的，结果想不到就果然还是好好做音乐比较重要，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，就想要走一些歪道歪的路来红嘛，就这样短期超短线，我们不这样子，我们扎扎实实老老实实的打出来，我们扎扎实实副歌，只要你们唱一个字。哦，好了，会唱啊，不用教了吧？不要再叫我教，我就觉得很耻。那天你知道我们正在那个华山公园那边，就是录那个教学影片的时候，然后就一直有路人说，你在是没惊的，哎呦，你在搞什么？然后就刚有人在那边，哦，这么笑容啊，怪怪的，很不安啊。对，像这首歌啊，好不好？我摆到这边，摆在这一点上，摆在这一个趴上，等一下后面都不用唱了，好喘。哦哦哦哦。